家乡所悦，民无度为先。民是明了，说明前面无度是心，不能处理生死。修好了三善道的福报啊，须有智慧也。大劫本源，方劫过处，过是超过，处是处离，六道轮回跟十法界。古云罪上也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都不能够出六道轮回啊。禅定生色界天、无色界天啊，一定要开智慧啊，智慧开了才能够出离六道啊。那般若怎么个修法呢？就在前面五种：不施、不着、不施的相。心里头有定有慧，持戒不着持戒的相，忍辱精进都能够不着相，大乘经里的常说：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要知道立相啊，不能执着啊。啊，六波罗蜜要做，着相是世间的福报，不着相是除世间的功德。所以功德跟福德在事上呢是一样的，你看不出来，用心完全不一样啊！一个是迷的心，一个是觉的心啊，一个是着相求福的心，一个是完全没有的心啊。六波罗蜜里头要会用，用在起心动念，用在言语造作，用在穿衣吃饭，没有离开我们生活。穿衣吃饭里面有施舍，穿衣吃饭里头有戒律，穿衣吃饭里头有忍辱啊，有精进，有禅定，有般若。诸位同修，细细去想，细细去观察，我们学了要用在生活上才快乐。真学到了啊！学了这个东西用不上，还是个凡夫，不是菩萨了。啊，宗门
常常提醒学人，会谋这两个字其味无穷啊，你会吗？啊，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深入经藏啊，不是只学文字，真正深入经藏，真的受用。又从上引大乘一章，可见智慧就是真心体明，自性无暗，故知正当智慧深广如海时，其心已比清净。心清净啊，无恶无过啊，没有恶念，没有过失，立垢立染，啊，垢是不干净。啊，染是染污，啊，立垢是远离烦恼，立染是永远离开外来的影响，那个影响就是染污，啊，觉诸尘劳。陈老师烦恼的烦恼的总代名词啊，通通远离了。故曰内心清净觉尘劳，你想想看，这是不是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？啊，我们如果要学会了，就在现前呢，就在生活当中，你多快乐，你多自在呀，啊，多幸福啊！啊，自己知道啊，这一生决定往生，决定成佛。啊，外面传说世界灾难，我们一笑了之啊！啊，一丝毫不受影响。起心动念是阿弥陀佛，言语造作也是阿弥陀佛。念念不离阿弥陀佛了，我们就真的受用了。这个受用无与伦比啊！为什么呢？你得到的是极乐世界。啊，你亲近的是阿弥陀佛，佛中之王啊！纯善的净土啊！